高边。或者就是闻看看，明天进来只有十分钟可以准备，所以你所有的碗啊那些都要拿出来。
先。我们就明天再着装，然后直接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个要拍照，你把它摊开，让我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你有皮纸袋没有？好 ，OK。麻烦你。我会拆。那等一下离开的时候，电影拍完之后，电影关掉。好好。没有活的东西了。我这边这张票。好，我想老师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食物的部分是也是新鲜食品。可以翻一下，可以翻。里面有东西。我们会有吃的。什么东西？我们的这个打开会放进去。不要往城里放。有这么快？那这里面会有东西？因为这里整个就是山区，山区有名字。好，我等一下下去，我剩一个，我等一下下去。好，谢谢。就是有被拍到的名字。没有在交代吗？
要吗？用到的东西都都在做，用到的道具都先放在外面。好，他的整表先给我，谢谢。都签好名了吗？好名了。明天会用到的东西都有在，都有放在上面了吗？要展示的东西都在那边，都在上面了。好，那记得贵重物这些都是会用到的嘛？对。好。好，如果你是系在身上的，所以都因为你放着就好，不用拿着，就放着。他想要入场，他想入境。不好意思，我们就照规格就好了。放地上就好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对。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会用到的时候才拿出来。好，谢谢老师，老师不好意思，要辛苦一下。我们是利用课余时间在怎么设计？那先把我们的程式架构，然后再请，如果部分都已经解决了，已经不错，那还有一点小问题，我们会再继续进行修正。所以就是。Richard 现在位于淡水三公现场。二零采访一零九学年，三体集创意制作各主要秀作品中，都会看到很多惊奇，而且各式各样美味的食物。看起来都，我们主角是烘焙王中的乌龟面包，以及脂肪给取代掉。还有我们的，如果你有面包会散脂肪。我喜欢喝咖啡油脆。主要探讨方向是咖啡风味的保存，实验方法是将咖啡粉以及在一条课程中了解咖啡豆的特性及烘焙程度，在西餐课程中了解到橄榄油、云奶油的老师可以参考。谢谢。文谷同学的咖啡油脆到底要怎么制作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将咖啡粉以及油的增加并不能使粉油融合度增快，依旧需要依靠菜为限度。而奶油油受风味的影响，苦味先以曼特宁最为显著，稍微看看。接下来是我们的，根据4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业者化
本产品若再进行回锅，会有回锅油的问题吗？答案是，只要在75度以内的话，都是安全的温度，而且业者建议。所以你们一开始其实也有遇到这个物理的产品，有，对，就是买的，有房子嘛，就预防到面包老化嘛。那这整部分，因为不是用奶油关系，所以它的，那你知道它的水分含量高的，为什么不会很大困难呢、啊？每一次的头膨胀的都不太一样，这样。麻烦喂。难度也差太多了吧，逆天星。难度游是养生大家，粥便是养生秘诀，熬粥首选山药，更加有益身心。哇，原来没怕谁呀、啊？以为你比较会吃就很厉害吗？那当然，废话不多说，倒霉看山药。等等，这怎么可以？为什么是他？我也不差吧？你呀、啊，我们也为商家制作一个网站，主要架构为点餐系统。美味。老师时代课程中不单单只是文字，而是具有特色的菜哦。我们想要学生在学习国文或中餐之余，能对整体的概念是什么？是这个专题的目的。谢谢评审的提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整个专题的设计呢，就是以诗词学习为主。点餐系统，我们是以后准备给上市的。里面没有诗词。没有。业者有没有访问餐厅业者？他们可以这套好吗？如果说他还要再研究你的诗词，再去点那个菜，会不会花时？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定这个，因为我们是以最低的课基本上要卖到180块，我们这150课只要卖80块，所以我们是创意组的，祝您健康。这样的，现在外面卖的玲珑蛋糕啊，大部分都加了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哇，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白皮层是特别来源呐、啊，萝卜以及莲藕都含有大量淀粉酶，可使面包减少供出氧气，延缓淀粉抗体越多，变硬的速度越慢。那么这个研究过程分为哪？为什么你不用改良剂，而是使用山药呢？对，实验。第三中式点心课程。啊，面罗沙馅都是，因为你在看到港式点心都有流沙包。那我们想说，因为，在这方面就是没有把优利卡，所以取得很容易，一年四季都有。好，给你商品就是再考虑一下。会再继续。金局，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大厨，他们本身是自由，以及生产的效率跟那个成本的，你们会不会把研究专题导向另外一个概念去进行？的问卷调查，以及在各个地方，像是补习班之类的，对学生们进行问卷调查。要你麻薯山药，你最好的是30%，可是30%，它我们是要把面包跟麻薯还有内馅的分体加入了九层塔，所以会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九层塔的香气，也可融入家常菜之中，所以。沙茶这代表我们没有额外添加防腐剂，所以可以放心使用哦。一、二，以印尼穆斯林为对象，透过问卷和访谈，了解他们在台湾。来解说专题制作。
点行销，第三金盖乐比较成范，全称温泉调查法。本人就经由温泉调查出台中为穆斯林最受喜爱的城市，所以台法访谈对象有中国回教协会副校长、旅行业专业经理人、科大教授、学者及穆斯林民众。台湾时间分别在教平酒店、京都餐厅、晴美绿园道做礼拜的动作，我们也为他们安排友善的行程。根据人口统计，顾客为女性居多，年在21到30。S Social 因穆斯林旅客逐渐增加，受到政府重视，因此友善设施也会增多。L Location 我们透过问卷调查设计穆斯林首选的旅游城市。I Information 希望可以把接待穆斯林资讯为镜下设施不足，祈祷地点跟清真餐厅少，因此我们的接待手册里放有完善的旅，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国家的语言版本。二穆斯林团体接待区地点穆斯林头巾等周边商品。以现阶段的旅游来说，镜下设施、清真寺、祈祷餐厅。这本的资讯是哪里来的？怎么收集的？这本的资讯。那平时我们有参考过交通？目前有没有？旅行社就像你们一样有设计这种的草图？不熟。他们观光客需要去，我也不认识。我们来自明德高级中学的观光科，那我们的主题是烙印在台与你同在。是，那今天的专题刚刚比完了，心情现在怎么样？比较放松一点。是，我们对，就是刚在比赛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可是到后面就比较顺。那我们已经就是练习了一年了，对，然后就是过程中我们都会吵，就是都会彼此吵架这样，因为。对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一开始就是很懒惰，然后就身为组长就是很想生气，可是却又不能生气，因为都是大家都是同组的。是的、啊。那、嗯、你之前有比过相关的那个？为什么你会选那个穆斯林当主题？是你们有？因为现在穆斯林的趋势，未来那个旅游的趋势逐渐扩大，然后全球就有1/4的穆斯林人口，那在台湾就是占有27万的穆斯林，所以我们就想研究穆斯林。而且台湾也很友善接受穆斯林。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吗？很多。对。多久？因为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就是开始有一点失去方向的感觉。那时候就会很想放弃，就是觉得很累，然后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那种感觉。嗯，那你们怎么克服它？就因为有指导老师，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彼此讨论，然后讲出自己的问题。就最后要很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的教导，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例，就是经历，就是不要害怕，就是勇敢面对，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的专题比赛。对。Welcome to Taiwan。 我们来自古堡家商，我们这边是餐饮科，然后那边是资厨科。然后我们的专题名称是食指入菜，舌尖上的食指。很好啊，就是觉得很累，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达成我们要的目标，然后就会觉得很累，是不是该放弃。然后我们不太会有争执，我们很欢乐。我们没有吵过架，应该是因为我们很欢乐，所以促使我们会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会真正离开。就因为专题这个过程很长，我们从去年9月到一直到现在，大概至少过程就经历了半年，超过半年了。那其实这一路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其实。忙到今天结束，就是觉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们是做菜嘛，就是做菜也就是还要采买啊，还要制作，其实过程就是非常就是有点繁琐。其实我们那天做完菜，大家都很累，然后就回到家大家都睡着。就是我觉得做菜这件事就是蛮好玩的，然后也是我们那阵子最忙的事情。那你们是怎么发想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在上国文课的时候，老师有讲到关于宋词，然后就有提到苏东坡的《猪肉颂》，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有些诗词是可以入菜的，然后我们就找寻了很多相关诗词，然后看它是可以入什么菜，然后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入菜。那你这样跨科系的合作，你们是怎么找到对方的？
还是早就认识？我们的话，我们原本都不认识，就是各自同班而已。然后是因为，应该说是我们班的班导，就是跟我们说，他们原本的指导老师请我们两个过去，然后指导老师就接着就把我们加进这个团体，然后与他们一起制作。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组员就是，并不是他，是另外两个。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因为中间有一些事情，所以退出了，就变成他，所以最后才变成我们四个一起。很有缘。那如果学弟妹要来参加这个比赛，你有什么建议吗？给他们的建议吗？就是不要怕讲，对，比赛的时候不要怕讲。然后这一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的收获那些都是甜美的，而且这些回忆是真的都是无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过的。那对刚刚的表现，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当然有，当然有。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很棒，我们有机会得第一。将古老的诗词融入菜色，带您品味舌尖上的诗词。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Easy 点餐系统 App 团队。我们是来自高参大附中二年级观光科的学生。刚比完赛，我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我们从去年十月到现在，都把所有心力都已经投入这个专题。那希望我们比完赛会有一个好的成果。那在这个专题的制作当中，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是彼此有没有遇到什么摩擦比较大的问题？没什么摩擦，没什么摩擦，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团队。对，男生很容易讲开，对，很 peace， 对，很 peace。对。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困难在做 APP 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资讯科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去找资料，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需要抽空找时间去请教那个专业的教授来帮我们解答。是。好，我想来一个口号，可以。今天有没有信心？有。耶，赞，好。改造我家早餐店，享受美食不用等。得奖，得奖，得奖！有声音的。譬如说城市的部分，可能多打了一个空白键等等。那游戏那城市的即时卡尔包，他们能够快速且便利的使用。好，了解。因为你们刚刚有一个问卷哦，就是弹性消费。为了认真跟努力哦，然后台词背了。可是可以稍微。在台湾的销售是比较不好的，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屋檐看到这一个学发展史？因为我们是根据人物角色设定，对，把它就是变成知识，然后自己融入就转进去了。在哪里？我就用这个好了。非常心动，鼓励时代，一起探索精品咖啡。大家好，欢迎收看《咖啡大小事》，关于咖啡馆的整体气氛营造。可以感受得出来，花费非常多生产链的源头咖啡农，我们访谈阿咖啡豆的风味，我们也与高雄自家烘焙。各位评审可以看到，我们的整碗卤肉饭当中没有使用甜品，因为冷掉了。对，旁边这些就是一般卤肉。使用 APP 能优化对于精品咖啡消费体验的满意度平均值，也有四点。借由咖啡师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咖啡师会传这个东西会正规的多机，他每个多机都会想请问一下，因为我看看那个价格，因为你们这很多庄园不同的，可是价钱都一样，都高几百块。所以你提供材料跟制作过程，对，因为我担心你们那个手工珍珠这样做起来会很贵。有年轻族群，也有中老年人族群，这样子。对，所以那珍珠经过像刚冷冻，要寄给金门的谁啊？哈，那那个把自己的意见呢都提出来，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研究，这样。会有一个碗的吗？对，就是一个四小碟子，我们给他。对，然后这次是随机路上试试的照片。咖啡农工作室，他们路上的介绍，可以得知精品咖啡的一些相关知识，可以让他们更了解精品咖啡。
最主要取代肥肉嘛，瘦肉还是在嘛，对，它那个取代的比例，比例要一定比例，你看我那个我们要考量的是说。评审好，我们是第八组，好事发生，地理乾坤。但透过实验与问卷调查研发出冷冻半成品与即时成度角上花生为主要开发原料，使用在立特展减少了运送时间，食材鲜度有保证。二，采用当地农产品。请欢迎光临茶点观色。点餐流程，并且设计了友善点餐机。而本研究不单单只为专题而做，也绝非以经济利益为取，而且特地修了创客实作的课程，了解紫金台用于自由社会里仍不够重视这些弱势族群，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这部分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我们访谈到日出茶太及宜安县盲人协进会，他找到红茶拿铁之后，按下他旁的确认键，此时机台会发出红茶拿铁之声响。内都必须使用友善服务流程，并且拥有友善点餐机台，并且拥有美观导盲线，而此 logo 正是本研究自己绘制的。友善新世界，导出盲人新视野，改善视障被漠视，创造点餐新境界。谢谢大家。整个我们有观察，其实在台湾也是有许多友善餐厅，例如性别友善餐厅，或是穆斯林商用餐厅中心，这里面是有茶的。就你们成本120元嘛？对。那、啊、为什么要卖？可以。然后就用烤的就可以了。对，或是气炸锅。你们是为了颜色加价，害得农民受了非常大的困扰。唉，我种的芒果又大又毒，怎么？农民正想着要如何处理芒果次级品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糕点师傅。果干拌匀之后压入模型，冷却后就完成。25克。糖的部分只有6克，30纤维作为提供成本，初步设定的成本率为30%，定价为260元。有在地特色的伴手礼。另外，在网络行销方面，由于近年来宅经济的兴起，现代人普遍讲求方便、迅速的特性。那芒果养生村是否可以推广？台南地景的伴手礼。出了这个专属于城南漫游的地图。第二项资源呢是台南历史地图 App。我们在进行路线设计时，发现政府已经有相当多已开发 App 的人权律师，然后因为处理228事件而遭到枪决的地方。那我们的终点台南是我们的路线 C 印文之旅。各位老师，你们可以看见，这是我们最出色。其实啊，有很多地方人士借由自己的力量以及理念，建立起台南艺术。在走这三条路线之后，能够留一个带走的指示。这个有什么样的导入动作？呼嘎下嘎，呼嘎下嘎，呵。안녕하세요코니치와사와디하한조변잔베당황홍디가리잔잔잔잔使用零污染，不仅能够减少对于塑胶造成的伤害，也能够为我们农民多一条钱。下一个为您介绍行销试题。我们的产品主打环保，九成它其实能与炖饭亦或者是干烧鸡做搭配。但由于真知是台湾的特有文化，更是许多老一辈著名的共同回忆。高雄市政府推出以住代户计划，以实际居住维护村民宿人当地居民三项资源优势：一、记忆，眷村的记忆 DNA 为左邻右舍之间互动所产生的聚集，像是经历了日据时期及民国初期的军眷前台，有着重视建筑外观，停留在眷村的时间。人是可及的瞬间，以地方 DNA 以确立建新村的可看性与价值。为了提高地方的活动，是因为经过有很多汤类的东西会融化掉，当然前阵子有看到，我们都是属于那种有问题就会提出来改善。那其实意见会一样。十秒，预备，准备。